月明，桃花仙子的衣服拿来了。来得正好，你帮忙墨画吧，她恐高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当花仙子。哎，小心！小心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墨画恐高，他不敢上去。这花车太高了呀！这已经不算高了，如果花车规模不大的话，根本就吸引不了别人的视线。海棠、月明，你们俩快帮我想想办法！我真的特别想当这个仙子，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。怎么办？可是花仙子必须站在这个花车上面，巡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也不可能更改花车的规模。大哥，你看墨画站都不敢站上去，你别说当仙子了。我真没用。哎，墨画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嗯，咱们还是先得想想办法。办法倒是有。什么办法？换人啊。不行，我可是衣服尺寸都是按他的做的。哼，你现在换人哪来得及啊？海涛，你的尺寸跟墨画不是差不多的吗？我们又何必骑着驴找马呢？我不行了，你帮我吧，我真的不行，我太害怕了。海棠，你就别推辞了，现在也来不及了，你就换上衣服吧。